9月28日，霍建华经纪人玉红在微博发布消息，宣布从华姐工作室离职。玉红发文表示，感恩6年前的知遇之恩，感谢6年中的信任与照顾，再见已是朋友。此外，玉红还特别在微博评论中感谢大家对其工作的支持。粉丝们看到这则消息都非常的不舍红姐，也很感谢她对霍建华的照顾和支持，纷纷留言谢谢这么多年陪伴和照顾，祝今后一切顺利，祝我们都越来越好，祝红姐一切都好，华哥也会很好，感谢照顾。